没有最扯，只有更扯。尾牙有必要办成这样吗？包下整个展览馆，安排24台的钢管吉普车女郎，老板超开心，很有面子。接下来18个猛男辣妹伺候，女主管那会被拱出来拿一叠现金，猛男为了那个钞票直接亲。我还有看塞铜板，科技大涨，酒精饮料喝到饱，大妹就想倒下，站着呕吐。突然就倒下去了，倒在那里。还有3322，今晚十点，金科生物面膜，小明星大跟班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重要的理由：台湾言论自由，有中天才完整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